这对屁股有点大。我只是想要让大家想起这个暗希腊的美好。28000，那这我有点震惊，我以为至少会有30000呢、欸。28000，哇，这什么超规格的血量，我的天，坏掉了，坏掉了。28000，这些血量就这么惊奇吗？这什么血量？我的天，吓到了。好惊奇的动物，现在看起来是很那个，很震惊哎、欸！是暗希腊嘴起来，哇，真的太久没玩，不知道这对，哇，这条件这么好啊！哇，我已经煮尽量煮很油了哎、欸，没想到这血量还是上不去。哇，真尴尬！短小精干，好像不能消光珠吧？是吧？啊，没事，继续敲。铁打的血量，铁打，你说铁打还有点太抬举他了吧？铁打的意思不是很硬吗？这一点也不硬啊，这蛮软的。是怎么称呼啊？懒觉强度，又想得罪人了是吧？到处懒觉强度，因为希腊配铁球的没有，不是啊，这个关卡做球可以按的，你可以让暗希腊出来那个透透风啊。哦，可以开狗头了，哇，那光珠什么意思？67，哎，光珠是什么？为什么光珠这么硬？光珠怎么一直卡？用南娜直接过。你们都拿那个核弹打鱼的死部落。要解成就的话，真的，说不定有机会上场。哇，差一点，转出时间好少，我太习惯玩那种什么十秒转出的队伍了，我要适应一下这一队。奇怪，之前感觉这队玩起来的转出秒数至少不会到很亏，就是很不足，但现在玩起来怎么这转出时间骗人的吧？你确定这个转出时间不是2秒吗？哇塞，我要适应一下它。我太堕落了，对不起各位，我太习惯这个10秒以上的转珠队伍了，我回不去了，各位。这游戏不是奇怪，不是基本10秒转珠吗？嗯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应该该开个龙科？对，我开个龙科，开心。伤害低又没转出时间，这队还剩什么优点啊？除了暗希腊很漂亮之外，话说前姐，哎，不对，龙炼的希腊五个属性的美术图都出来了，你们觉得你们最喜欢哪一个？你们还没看过我，可能这礼拜四的 GN 应该就是希腊的相关技能。这样他会死吗？他血量到底多少？他血量足足有2600万这么多、欸！天哪，我觉得我没可能战胜他。2000多万，这太夸张了！这是什么破格伤害？这游戏是不是血量一直在膨胀啊？为什么区区一个小怪可以拥有2000万的血量？这制作人不用出来。这个说明一下。
是不是该延上了？这小冠军有2000万血量耶，这哪打得过啊？你这是在欺负安西拉吗？逆天通关，我们打破亿了，各位，我们开了三个真伤，不，开了三个技能，终于破亿了。哇塞，那这段还是可以玩的嘛？破亿，破亿了，惊讶到说不出话。我开了三个技能，才破亿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哇，吓死宝宝了！这什么伤害？2600万！现在随便一个前面关那个十峰地狱，给你一个电击状态都要打80亿，这个2000万，希腊还差点打不过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太厉害了！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好，这应该是有机会过。我们先保底来一个15颗暗珠天光。我们双子应该满了吧？双子是不是还没满啊？是不是？等下我的双子界王权倍率该不会还没满吧？那只能，如果说我那个双子的倍率还没满，那只能代表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一对实在太暴力了。完全没有空间让我洗技能，哇哇，真的满了！天哪，太有东西了吧这一队！他技能重置我真的好怕哦，怎么办？我这边要打多少啊？我天，这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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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蛮极限操作哈，他想多少？哇塞，他想足足有1800万，各位，那刚才那小怪2600万是不是做错了？是不是那墙是设定错误了？王冠怎么才1800？啊，刚才那个2600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才1800？人家发光了，刚才没看到。那标题可以打逆天通关吗？应该是不太行啊。打那个逆天通关应该会被嘴。但是就是打顺利通关好了，蛮顺利的。如果你们要解个暗神成就，可以，暗西亚是可以过的，推荐你们。